挺深的。好在啥呢？就是冬天的话，就是说离地面的话有一尺高的地方，有一个垫，能进多大？八米。他说这稍微厚了。就喊他的话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就拍了他几下了之后的话，他最后醒了，好像有点醒了。往这边下，在这边，把这个梯子往斜一点，来，里边能扎实。梯子的话，来回这样晃来晃去的，它比较软嘛，他害怕，一直喊。我说是，那你是这，你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跟着你，最后这样才上去。兔儿，你让啥兔儿？兔儿。